来了，马爸爸，支付宝、花呗，用起来不累，疯狂的消费来了，马爸爸，余额宝、借呗，用起来陶醉破费，像马爸爸、阿里巴巴，钱多到用不完，爸爸、阿里巴巴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新到货的，哎，看这个，现代的头戴式摄像机。这个黑色的颜色比较单一，啊，哎，啊，这里是一个泡沫，这个就是它的主体，应该是放在脑袋上的。摄像头，哦，这里有配件，512G 读卡器，512的话，大概高清晰度可以是6个小时啊。这是放在摩托车头盔上的配件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摄像头的主体了。然后的话，它就会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就可以拍摄，一边走路一边拍摄第一视角。这样的话，去外面探店也好，还是玩游戏也好，都可以拍得很清楚。然后把这个支架安在这个位置，就可以从后面掐在脖子上，不，一点都不耽误戴眼镜。一会儿我就去爬山测试一下它的拍摄效果。他明明一丝不挂，却没人敢提醒他，为啥为啥他头戴皇冠呀？有个人说了实话，却被人立刻拿下，为啥为啥他手持权杖呀？做会说话的哑巴，全都挑起精英吧，嘴巴嘴巴不能再讲真话，当面都装作哑，背后却都在笑他，哈哈哈哈，可真是个逗比呀。